正康健五指养生操，手指脚趾多揉揉，失眠头痛不用愁，常揉拇指健大脑，常揉食指胃肠好，常揉中指能强心，常揉环指肝平安，常揉小指壮双肾，食指对立强心脏，双手对插头脑清，旋转关节通经脉，反掌伸展松筋骨，揉揉食指去头痛，按摩四关行气血，摇肩转脖松颈椎。手指操第一节，虎口平肌，双手握半拳状，相互打击大肠经、合谷穴36次。具有预防及治疗颜面部位的疾病，如视力模糊、鼻炎、口齿疼痛、头痛及预防感冒的作用。第一节，虎口平肌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四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五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六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停。手指操第二节，手掌侧肌，两手掌掌心向上，相互打击小肠经、后溪穴36次，具有治疗头顶疼痛、放松颈项肌肉群及预防骨刺、骨头退化的作用。第二节，手掌侧肌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四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五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六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停。手指操第三节，手腕护肌，两手掌掌心向上呈花朵状，手腕相互打击心经、大陵穴36次，具有预防及治疗心脏病、胸痛、胸闷、缓解紧张情绪的作用。第三节，手腕护肌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四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五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六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停。手指操第四节，虎口交叉护肌，两手虎口相互打击八穴穴36次，具有预防及治疗末梢循环的作用，如手麻、脚麻等末梢循环疾病。第四节，虎口交叉护肌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四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五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六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停。手指操第五节，食指交叉护肌，两手食指交叉打击36次，具有预防及治疗末梢循环的作用，
如手麻、脚麻等末梢循环疾病。第五节，食指交叉互击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四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五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六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停。手指操第六节，左拳击，右掌心。左手握拳，右手成掌，左手打击右手心经劳宫穴36次，具有消除疲劳及提神作用。第六节，左拳击，右掌心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四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五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六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停。第七节，右拳击左掌心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四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五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六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停。手指操第八节，手背互相拍击，左手手背拍打右手手背三焦经阳池穴36次，右手手背拍打左手手背三焦经阳池穴36次，具有调整内脏机能、预防及治疗糖尿病。第八节，手背互相拍击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四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五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六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停。手指操第九节，揉搓双耳，右手过头顶牵拉揉搓左耳廓耳垂36次，左手过头顶牵拉揉搓右耳垂耳廓36次，可使人头发不白，耳不聋，身轻脑健，去病强身。第九节，揉搓双耳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四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五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六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停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四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五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六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停。手指操第十节，搓手擦面，双手掌面相搓，搓热后擦面，
以中指眼鼻两侧自下而上，带动其他手指擦到额间，向两侧分开，经眉毛及下眼睑、面颊、耳前而下，重复六次，具有祛风、清热、活络明目、预防近视、老花的作用，对糖尿病眼病有防治作用。第十节，搓手擦面，随音乐节奏重复。Thank you.